你完全相信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有力的能量。比如当一个人生癌症时，如果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的，一定不会让我死的，只要有这股力量，菩萨就会来救他。有了这股信力，癌症就会被他打败，就会产生一种神奇力量，来与病魔做顽强的斗争。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师父说，净信里面还有两个信要记住。一，永久信，相信这个法门，相信菩萨，要永久的去相信。有永久信你才能成功，有永久信才能保持这个净心。二，实证之信，真实的证实了这条路走的是对的，有了这个信，你才能有净心。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师兄们。我今天感恩分享最近菩萨保佑我的事情。今天早上起床前，梦到一盘小鱼，煎得皮开肉绽，我正想着吃，突然想到我吃素了，不能吃，给家里人吃吧。又想起来我爸妈也吃素了，给小孩吃吧，但小孩也吃素了，就醒了。我知道这是梦考，通过了一定会有好事发生。小时候每到冬天就吃很多这样的小鱼，前几年开始现世报，一到冬天开始发酒糟性过敏肌，医生说无法根治，整张脸红肿有白脓，使用药物也好好坏坏，逢人就被问怎么回事，医生说是内分泌失调。我知道凡是医生治不好的就是因果病、业障病。我就多念往生咒，超度以前伤害的小动物，多念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多念经文超度。前一段时间有做一个好梦，脸上挤出很多白色脓包，从此以后脸就不再满脸包，只有一两个，念了好几年了，终于好了。我知道菩萨妈妈一定会帮我的，非常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学佛就是有办法。感恩同修的分享。这位同修分享到，房市低迷，供大于求，三大法宝让我顺利卖出房子。我今天来现身说法，在2023年上半年的时候准备把房子卖掉，但是现在的房市很低迷，一路下跌，供大于求的情况下，想把房子卖了真的很难。同一小区里面有300多套房源在出售，房子挂了一个月无人问津，只有销售维护房源的电话。然后我开始运用三大法宝来帮助我把房子卖掉。我跟菩萨许愿，一，放生5000条鱼，二，拿出5000元做功德结缘法宝，三，许愿21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四，功课里面念诵准提神咒，五，房子卖了以后现身说法。当时因为怀孕在身，行愿的速度也没那么快，这期间也断断续续的在行愿，期间也有人带看房子，但都没有音讯。然后我就开始降价，跟同小区的房价也相差无二。原本我的房价还是挂得有点高的，降了2次价以后，咨询的人还是少。直到我生完素宝宝，开始念房子要经者的小房子的时候，直到稍送下去10几张，开始有个人来咨询房子了。而这个时候，我也正好出了月子，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真的很感恩菩萨妈妈安排得这么好。后面开始约谈看房子，没想到第一次约谈就谈成了，当天就付了定金，当时还有3张小房子没有捎送，定金付好以后没几天，赶紧把另外3张小房子捎送下去了。之后办理手续一切顺利，只要你有愿力，
菩萨妈妈真的是有求必应，任何事情都安排的事无巨细。分享结束，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父背，不让师兄们背。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元宵节师父开示集锦。一，有关元宵佳节的含义。喜庆佳节共团圆，心中有佛福寿延。摘自2015年3月5日玄义综述节目。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是元宵节了。元宵节呢，在我们中国人传统上讲，也是个大的节气。这个大的节气呢，一般的呢，就是说要怀念故友啦，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喜庆啦，团聚啦，还有大家工作顺利了。就是说，按照中国的常态来讲，在这种好的节气里边，如果你经常的被人家受到恭喜啦，被人家说恭喜你啦，节日愉快啦，有那种喜庆的一种气场在身上，那么你呢接下来就会比较顺利。所以为什么中国传统说一逢到过年过节呢都特别重视？所以我们传统的文化也讲究一个节气，也就是说不管有什么节气都要去做，去庆祝啦，或者去做这些。所以人家说你如果在节日的时候死气沉沉的，家里没人为什么说过年的时候家里最好不要完全空着呢？就是说家里没有气氛，就是这样当然了，就如果我们说能够过年的时候能够大家团团圆圆最好，但是呢有时候呢不能团团圆圆呢，但是我们也可以和朋友一起。我们现在是学佛人，所以我们更不怕这些了，因为我们学佛人，我们懂得什么？懂得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让自己的生活归于正规没有这种像人家讲起来说今天有明天没有，因为我们心中已经有佛了嘛。台长祝大家呢元宵节愉快。感恩菩萨，感恩师父，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开发自己身心的宝藏，要开发自己身体上的宝藏和心灵上的宝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加油吧学佛人。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